我并非要干扰你的感官。请放心交给我们，速战速决。再休息一会儿吧，任重而道远，寸进开天。而是向你展示我所经历的一切。永无止境，有破绽，寸进，山峰看准你了。越平静，云雾越飞行，多谢指教。五行相生，分时化育，云上云下，炎上之光。以及我的心境。